大闸蟹很特别，刚刚提到它有特别的香味。香港的天香楼，它的蟹粉捞面，或者我们讲蟹粉拌面，哇，那是天下一绝。烤黄蟹腿，哦，用烤的，哦，对对对。300克的芦笋，然后你就兑1000cc 的水喝了下去之后呢，好，对不起啊，我的脚现在已经有点太瘦了，腰瘦，真的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